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你吼，若是有一粒吼热心的心吼，啊想要吼服务吼人群吼，啊有迄款吼想要吼拼业绩的迄款吼心态，那安尼你来开就对啊吼，尤其是。少年人，哦，普通时啊，吼，你若是点点，吼，也无啥会晓应对的、应答的，吼，你来开了后，每一抓，吼，会甲你，吼，磨练出这个，吼，应对的技巧，吼，啊，卡输讲。你若是吼，是要学讲一寡即个心事的话，吼，也是要听，吼。那呢，你每一抓吼，倒转来了后吼，你就会去听到一大堆的笑话甲心事的内容，吼。重要。你老想要吼加赚一寡吼，那安尼吼，都一大堆的赚现金的这个可靠哦的机会吼，啊，这款的案例啊是每一间哦公车业拢会出现的。本单元就暂时先讲遮，吼，讲到遮，吼。如果你呾听了会合有介意，吼，以上的内容，吼，会记哦，你来去伫迄个吼订阅